家电品牌首款双气旋无尘带吸尘器问世30年来大获好评，而品牌以气旋科技研发一系列的地板清洁产品，延续创新精神，再度发表独家的洗地科技。而全台首款非吸力驱动的产品，工程师发现清洁工具的使用痛点，为消费者带来湿清洁的解决方案，还邀请艺人杨佑宁分享自身的使用经验，亲自示范透过科技家电解决日常。